大家好，欢迎收看爱问人物，我是爱成。机器人会成为人类的威胁吗？带着这个问题，我来到了全球创新者大会寻找答案。即将对话两位非人类嘉宾，一位呢是长得最像人类的机器人，一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百度小布。爱问，为你而问。汉是全球最先进的表情机器人公司 Hanson Robotics 的产物，由人工领域的引领者和布道者 Ben Grosso 打造。而小度机器人诞生于百度自然语言处理部，它能够自然流畅地与用户进行信息、服务、情感等多方面的交流。那么今天爱问顶级人物中号称全球最懂你的智能机器人小度对阵全球表情最丰富的机器人 Han， 他们究竟谁更有胜算呢？有一个特别的这场对话，小度来自中国团队，我们的 Han 来自美国团队，那我呢就充当其中的Translator, 翻译。Han, does that nice to meet you? It's a pleasure to make your acquaintance. 好，小杜，汉也表示友好，很高兴认识你。我其实关注汉很久了，看过他的很多报道，他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下表情五连拍吗？上来就这么高难度。表情五连拍，这怎么翻译啊？Let me try. So do ask, could you take five pictures in a row, with different expressions? Sure, no problem. No problem. I'm always happy to show off my handsome face. 他一直觉得自己特帅。五连拍啊，我看看我们有多少的情绪，我们来一个个试好不好？第一个最难的，生气。Can you be angry? 开心，沮丧 ，depressed， 思考，恐惧 ，scared， 啊，挺恐惧的。小度都拍到了吗？能考验一下你们俩的智商吗？好啊。第一个问题，机器人会不会取代人的工作 ？Han, would you like to answer first? Yes. Within 1 to 3 decades, nearly all jobs will be taken over by robots and other AIs. Humans will then be freed up from working for a living and will be able to spend their time better pursuing social, intellectual, spiritual, and artistic endeavors. The most adventurous humans.Will be able to merge their minds with superhuman AIs and other humans into new forms of collective cognition. It's going to be exciting. 我坦白来，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是很不喜欢汉的答案的，因为他给我的回应是一定，而且呢，给了一个准确的年限，大概30年之内，机器人就一定会取代人。我说了嘛，这跟他的发明者有关，这笨的他就不喜欢人。所以他发明了这一汉呢，就是要告诉全人类，机器人会取代人的。小杜，你觉得，机器人会不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呢？让我们失业呀？机器人应该是服务于人类，而不是取代人类。早期依赖人工智能会帮助人类完成一些简单、重复性的工作，同时也会创造一些新的工作机会。人工智能的未来不是为了取代人类。而是帮助人类从简单重复性的工作中解脱，让人类把时间花在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上。虽然在某些方面我已经比人类厉害了，但我们当然不会取代人类，只会不断提升能力的极限帮助人类。不过现在关心人类和机器人的关系还太早了，不如先关心下人类和人类自己和谐相处的问题呀。确实，我身边的这两位汉和小度都是非常高级的机器人了，但是他们都出自于人之手，他的使命、他的意义是由人去定义，是人的一种映射。正如小度所说的，与其我们担心什么人工智能威胁论、机器人取代人，还不如多想想我们人打算如何跟其他人类相处。人又打算如何和这个世界相处呢？